办公年纪的这个活动，而今天呢，这个首周日的第一天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哦。现场的好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份热情？
都非常非常的热闹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。是的，那大家一定也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活动会在这里举办？主要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台站呢是已经证明为我们原住民主站耶！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非常的有意义哦。那其实呢，除了这个是一个开端之外，主要呢就是在我跟小丸子的右手的斜后方的那一块空地呢，未来会是由我们的国际原住民族的文化创意园区，跟我们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的永久会址，还有我们的桃园流行音乐的露天剧场，可以说是都是很有分量的建筑物哎。哇，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非常兴奋期待呢？有啊，未来这边呢会结合了所有这么多的元素在这边。那呢，老外哥哥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这个活动算是一个暖身哦，暖场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听说未来这些我们不管是手作或者是呢原名美食等等，都有机会呢到我们未来的展馆当中呢来跟大家见面哦。是的，大家一定也都非常的期待。那我们先来预告一下，像是明天呢还有这一个这个原风音乐日。是的，明天有很多好听的音乐等着大家哦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原住民族的热情哦。对，在下周呢两天的周末时间也有活动等着大家。是的，包括了像是这个原味烧肉日啊，还有15号的原木雕坑。对，听说今天我们的木雕老师们呢，他们的团队也在现场，等一下呢也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刚才从收走之前呢，就已经有各位贵宾陆续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。接下来呢，也要为大家来介绍今天所有莅临的各位长官贵宾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也请介绍到的各位贵宾呢，请身向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挥挥手，也让大家认识一下。对，首先是我们桃园市原民局的大家长，就是我们的林玉龙局长。欢迎局长。局长好。局长好。那今天呢，也特别感谢我们桃园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坤颖，刘董事长。欢迎刘董事长。接下来呢，也欢迎我们市议员，欢迎我们议员简志伟议员，今天呢，本人也亲自来到现场了。你好，也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。对，没错。接下来呢，还有我们的各位呢，所有的好朋友，包含呢，来自我们议员陈姿玲的副主任林金来副主任也来到现场了，欢迎主任。还有我们游河议员的特助林特助，欢迎你。欢迎特助。都来到我们的现场。对，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。接下来要介绍是我们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各位贵宾。是的，欢迎我们的董事长阿玛雅，哇，非常的帅气。紧接着是我们的执行长阿赵福亚，哇，两位都是阿美族的哦。接下来是我们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，欢迎我们徐先惠徐副执行长，欢迎。欢迎。今天也已经很早来到现场，应该在我们后面开始呢来进行支援了。对，没错。接下来呢，也要感谢我们各位族群领袖，今天一大早就来到现场了。是。首先呢，是我们市副总族群领袖呢，欢迎是我们吴炳贤，欢迎欢迎，还有市副总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平镇区的总族群领袖，欢迎洪承玉洪领袖，欢迎您。好，欢迎。在后面是不是好？也欢迎你的莅临。接下来还有来自我们各个的族群代表，首先是我们李南辉贵宾，欢迎，掌声欢迎。你好。接下来是我们族群代表高阿信，欢迎，欢迎。你好。哇，今天贵宾非常多。刚才呢，我们也看到了。我们老外哥哥跟大家介绍，我们在下个星期呢也有木雕日，所以呢，听说今天我们也把参加团队带到现场。是的，20组的这些木雕老师呢是已经来到我们现场的，我们也要一一的来为大家介绍。那也请我们的木雕老师们等等呢，可以起个身跟大家挥个手。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组，原来这样科，欢迎我们的老师们，耶，很年轻哦。老师们都很害羞，不要害羞，来来，直接热情一点，热情一点。接着是第二组，是我们的米多多木雕工作室，欢迎，以及我们达烙比例工作室工作坊。接着是我们的吴耀廷，
哇，很年轻，今天是我们的古拉丁。哇，古拉丁有在现场吗？哇，好，接着是我们新意十三生活创意的这一组，哇，也是两位年轻人。接着是我们丁元倩，掌声欢迎。接着是哗啦啦，哇，好可爱的名字哦。接着是蔡明峰木易，掌声欢迎，真的是大师的样子。接着是我们戏剧苏菲工作室的代表，掌声欢迎老师。接着是这个族群哦，这个队名非常的厉害，叫做妙妙妙，老师好。接着是我们卢漾团队，还有接着龙大我们的团队，欢迎。还有我们台湾老师，这个狮是狮子的狮哦，掌声欢迎老师。接着是我们陈凯智团队，欢迎，以及山猪队。接着是我们詹凯富团队，还有我们的江惹木易，欢迎，也是很优秀的年轻人。接着是我们台湾卢凯族十叉七组，掌声欢迎这些团队，哇，是让我们这个现场呢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哦。对，而且呢，这次我们集结了来自七个县市哦，各个不同县市的各位队伍一起来到现场，当中呢也有各种不同族群的朋友。是哦，有像是我们台湾族、阿美族、泰雅族，还有我们非原住民族的朋友，可以说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发挥自己的创意。而且呢，要跟大家宣传一下，这一次的总奖金是高达80万元哦。80万元，是的，因为第一名就有，大家要不要猜一下第一名有多少奖金？大家眼睛都发亮了，你知道吗？好的，我直接跟大家讲，50万元。哇，我只能说我们这个局势真的是非常的大方，我们非常用心，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想，因为在15号当天呢，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跟对决哦。而且呢，之后我们木雕老师的作品呢，都会移师到我们的这一个捷运站里头来做一个摆设，那大家就可以来这里参观，来欣赏我们优美的作品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陆续还有贵宾抵达现场，也持续跟大家介绍，是我们林志强议员主任林春才，欢迎，欢迎主任。辛苦了，在百忙之中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接下来是我们市副总洪亮元，洪市副总，欢迎。欢迎市副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仪式，就是要来进行开幕式了。那呢，也要邀请现场的各位所有与会长官来到台上，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时刻。